来了，代抽列车来了，代抽财库舞台，准备好了吗？来看看三位的需求哦。欸嘿嘿嘿说，他目标300 PT， 他要用44花保底换一个出货。A 零就是右下角那一位嘛，他说他要跟上，抽到底了，直接保底了。他们都没有发现，石头最多的其实是左下角的，但左下角的居然说，啊，抽到再说啦，抽到44花再说。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开场一个吉他，你也要跟上是不是？好，这三个都说要抽到底了，这三个都说要抽到底了。哦，啊，怎么有人偷跑？ A 零偷跑了啦！ A 零，残酷舞台来了，请问你现在要下车吗？ My God！换图要下车吗？好 ，A 零说他要继续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谁先抽到谁是狗。啊，怎么有人没有跟上？歪歪歪歪歪！哦，右下很欧哎 ，A 零，怎么就 A 零一个在爽？什么感觉？这里真的是有叛徒。右下角的，待会大家都想要当右下角的那一位了。哦，现在剩上面的没人选了。哎、欸、嘿嘿，蜜我都要想换右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三个都有，你们三个都有，三个都有踩。来了，我一起跳过哦，一起跳过哦。右下角怎么不动？右下角怎么不动？右下角怎么不动？是不是有人偷开挂？他们太夸张了吧！我看看上面有没有。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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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、嘿嘿嘿，中了！请问放右下角要给多少钱？剩左下还没抽到了哦，好残酷哦，好残酷哦，这个舞台好残酷哦！屁呀、啊！他说他愿意跟左下换一下位置。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哎、欸，很累耶，靠北啊，换位置我还要重计。他换到左下一样夸张啊，干你老师嘞！哇，他夸张了，他得了三个惨。HY 怎么的右下还是一样北啊？哇，他抽两个44花，他不演嘞。剩右下还没有44花 ，HY 有了。哎，其实很欧吧，他们都140抽而已耶，终于换 HY 欧了啦。来了 ，HY 来了，你看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啦。看 HY 中了什么？哎呦，不动，漂亮。HY 现在很哦，上面上面上面。完了，换左下被虐了啦！干，好刺激哦，这三个都要抽满。没有没有，现在加起来是左下最扯，左下抽了，这个是第15彩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才200抽，第15彩，超好小。然后上面那个抽了13个彩，右下是9个彩，右下才是最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我操你！他们太扯了吧！欧洲是比较出来的，我真的知道欧洲是比较出来的，我体会过这种感觉。有些人这辈子都是赢不了，他18彩，你怎么跟他斗？干19彩，他又抽一个44花啦！后面的干爹是不是可以跳了？干干，他这个好夸张哦，他已经22彩了啦！好了 ，A 零下车了 ，A 零。300抽，23彩，有3个44花，1个母咪。HY 300抽，14彩，3个母咪，1个女帝。最后是那个上面的嘿嘿嘿，20彩，3个44花，1个母咪。啊，怎么大家都3个44花、啊，都不正常人呢、欸？换人喽，残酷舞台换人，残酷舞台换人，三位选手都已经上台了。
我们来看一下三位选手的这个要求。上面的 C 位呢，说他只要抽到四次花就停。新年优衣说他抽满300，他要换新年优衣，因为他说他没有新年优衣。Very Love 突然说他好像看情况好了。春春说呢，他要抽140抽，最后再抽一个三星确定。反正开局的各十连，残酷都是比较出来的啦。左下角的，左下角的。一开始决定要保底的人，开场就抽到四十花啦。Very Love 突然讲了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懂了，我现在要拼300了。”上面的 C 位已经改变了他的决定。有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这个气势一变，运气转到你那了。春春是歪一彩，上面嘞也歪，也歪一彩。奇怪，大家手都不拿彩券，但是彩券一直蹦出来耶！哎呀，怎么又是宁宁？哎，插班生，为什么他没声音呢？是不是都要跳了？左下角的侠，哎呦，这一次很平均哦。哇操嘞！哎，四四花有了，飞鱼浪抽四四花了，是不是你改变决定就马上抽四四花了？你现在还能思考一下，你要不要跳车？右下是风水宝地，哇！右下抽到母咪，歪一个加母咪。哎 ，Very Love， 你现在要不要下车啊？你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哦。你要拼吗？干，右下角超扯哎！哇，他输了，好扯哦！哎呦，插班生，春春是要停吗？你这样就好就停了是不是？好，春春跑了，溜了溜了，见好就收，剩你们两个了。好了，单挑了，单挑了，单挑了，走起。完了，没有右下角，没有人会出彩了。还有两边急起直追，我跟各位讲一下 ，Very Love 现在四彩，我没有新年优衣，他现在三彩。哦，有克罗伊四四花，看其实三个都超欧吧，都60抽的时候都有四四花哎。干逆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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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现在变成我没有新年优衣六彩 ，Very Love 五彩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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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Very Love 现在六彩，他下面这位已经九彩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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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两个都超好手，才130抽，两个都已经突破天际了。哦，逆转逆转，母咪四四花各加一 ，Very Love， 两边都变九彩了。一个88花，一个是一个12花。哦，干好精哦！他已经这样是什么？16花、啊。干，差距拉大，差距拉大，而且已经瞬间追回16花。现在比赛才刚开始，干他已经20彩。还是只差五彩的距离，差四彩的距离，还有七圈的机会，究竟 Very Love 能不能追到这五彩的距离呢？哎呦，被拉开啦！想不到最后十圈，好像 Very Love 没怎么游了。20，最后一圈 ，Very Love 最后。挤出了一口气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奉劝待会的干爹不要当 C 位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总得有人当 C 位啊。”有了，幻梦出来了，我们的左下的金刚，他说：“有保过，没怕过，业障我扛，我带另外两个人飞，走起。”右下角的叫做秋，我有48,961颗石头，但我抽到四字花，我就要跑。左下角的是直接拼保底。其他两位都不想拼保底，其他两位都抽到就想跑，该不会又要想要跑了吧？看下上面的，上面的还没得跑，右下角的也还没得跑。哇！左下没有跟上，左下没跟上，幻梦拿到一个女帝。
三个人的心还连着，连在一起，都连在一起，他们都在一起。没有，都没跑，都没跑，一个都别想走，坐下。好凉啊，这三位，太残酷了吧！结果保底仔先抽到了四枝花了，突然甩开了朋友的手，哇，右下两歪。金刚说着要帮人家消业障，结果自己先抽到。哇，干，好亮好亮！哇，干，金刚你怎么抽两只？金刚你怎么把人家的四枝花都抽走了？哎，右下角跑了。秋叶抽两只，干。C 位哭了，幻梦哭了，来了来了，幻梦来了，幻梦！啊，母咪，好凉啊！幻梦最后十抽了，你要换位置吗？还是你要就这样子拼了？幻梦说不换 ，Go！